你看这一闭哈，你看这，这个眼睛上面不一样。从山西的屯降水库，我们直接来到了河南小浪底水库。围绕着水库转了几十公里啊，发现最近处于非常不好。这么直接回家，真是有点不甘心。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的来到了安阳林州的盘石头水库，这里作为我们游钓的最后一站。看来今天来的有点晚啊，水边很多钓鱼人，咱们随便找个位置试一试啊。底下是老坛甜薯玉米，上面是这个老坛维他米。这鱼个儿行哈。开张了啊。下大了，还没带伞。大鲫鱼，哦，漂亮啊！这位老兄钓着了啊！来了。想吃啥？对吗？应该是吃蚯蚓。浸泡盖儿，你就没见口也得中鱼。这是个鲫鱼，这个倒不大。蚯蚓，这个行吧？这个拉在跟前提线吧，别飞了，飞不动。这也不大，差不多了。你还想啥嘞？这就四两了。稳点啊，稳点啊，稳点啊，稳点啊！哎呀，打的位置真好。哎，这口行，锅标口，轻轻一顶，嘚，一个下顿，水真清。铲条子吗？不像是。上一条鱼就得摔一下，我都没看着口。这都多大的条了？啊！打一口了。盐过了，盐重了。这个都可以哦。比山西的大，这边有大家伙不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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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先洗了，估计钓了更多。他不是说那个七河鲫鱼是不不多了，没了呗？也有，我钓的这条都有啊，它背高嘛。背高是吧？它是纯种的高背，不是引进那种高背是吧？然后不是说是。贡品吗？什么的？贡鸡啊。这鱼他们水库卖是26。26.9。嗯，半小时水库卖的是。哦，这水库卖26一斤，就出坑26呗。哎呀，卖了！我靠。啊。水晶鱼肯定有。水晶鱼肯定有了。卖了，卖了。你说这个是出坑26，市场卖多少钱？就是他们拉到河北新区卖26一斤。哦，拉到河北新区卖26一斤。来，你挑一会儿挑一个高背的，我看看。我这也是钓的稀里糊涂，我主要我也不要鱼。我也是不要鱼。啊，我都送了，所以说这个七河鲫鱼到底长啥样，我也讲不清楚。你看啊，哎，这条鱼是不是？你看，我说不上来。它的背哈，这背这点高，哎，我鲫鱼。又一条，哎，这条是吧？这条不一样是吧？这条不一样，你看是吧？这嘚儿，不一样。等会儿啊，你看这一闭哈，你看这，这个眼睛上面不一样啊。啊啊，都这这，啊，对，接口，
这巨窜，三四个一盘了。哎呀，漂亮，连杆了啊！挑战你坑灌。这就是高背，哎，脑袋门底下低。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，抓住。这个鱼好吃是吧？你看，让人看看。没事，是这就低是吧？啊，是。不白挨鳞啊，这稍小一点，这就是突击了。它这鼓起来了，看没有？那个是平的。来了，不大不小。哎，小巨饵。小巨。出来正好啊。有口啊。两口，三口黑了。哎，这口真重，口给了好回了。嗯，兄弟们，这雨一下大了，顶不住了啊！说。哦，好冷，这是一早上鱼货啊，差不多小的都放了，咱们带走回家尝一尝皇上吃的鲫鱼。撤，雨实在下的太大了啊，咱们就收了。哎，这是大概三个多小时的鱼货啊，钓具在这摆着呢，走哪儿不输谁是吧。